放高吗？这模糊的拍。这本来相机就很差，这是数码相机，哪来做摄像机还可以？哎，黄总，专业的。嗯，那小米台就好贵了。调太大，黄总，你最近，嗯，开多少？到八十，80到100吧，你太大了。现在很痛苦，就客户觉得这个很难用。哎，这个很好看哎，这个哎，嗯，很漂亮，好好。好看，正面哈、哦。嗯。就把它放在那里哈，表示等待，然后就行了是吗？然后再面向它，它就直接到万能胶。那拿远一点，道路万能胶。就把它固定在这里面，像这种是嵌入式的，你就可以不用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那就这样子了。嗯，就这样子试一下就行。好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嗯，好，可以。把那个拿过来对，把那个头朝向一下，好，好，然后呢加墨的那个拍一下，再不用看了。